当我们的那个 focus level 过了差不多 一半的那个 threshold 的时候，马达就会开始动。那它有五个 motor， 那到你最 focus 的时候，这五个马达会一起动。但是其实这是很难的，因为你 as soon as 你听见那些马达在动，你就知道你自己 in the focus state， 所以你就不断的 fall out of your focus state， 所以就不断在这个循环里面。然后你越想它动，它就越不会动。所以我们就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就有一大段时间它没有在动，就是因为我们很想它动，然后它也没有动。所以你必须要说接受它，说好这次表演，要是它完全不动的话，我也能接受。然后你有这个觉，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以后，他就会开始给你动了。所以是这就是这个过程。所以是说越专心他越专注，他就越会动得多。那他专注的那个 definition 呢，就是说你就是 focus on 一个感官，就是 focus on 一个 sense。所以为什么你看我有时候会眼睛在动，就是我尝试 overload 我的 visual stimulation， 然后就很快我可以 fall out of 那个 state， 就是好像他就宕机，就是不是宕机的，就是你给他很多 information， 很短的时间内，然后他就会 distracted。但是要是我看，就是我想象那个马达在动的情况的话，我就能再进入那个状态。而且每一次表演都有点不同，尤其是今次这一次做这个表演，跟我以前做这个表演的不同，就是这一次跟观众的距离很近，所以特别难。就是 ignore 他们，其实要有一点，好像说我要当你们不存在，我们才能进去。六根清净。对，所以你看见我有时候，你看见我有时候也把头动到，就是那个 projector 能照到我，所以我看不就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不见观众，那就比较容易进去。中午 rehearsal 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是我可能很不能静下来，然后他比较快，然后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很难 get distracted， 因为有一段中间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段就是 bass 进来，然后我就看左看右，其实我是想就是让他所有声音都没有，尝试让所有声音都没有，那这一段其实就我比较容易，因为我看东西就会 get distracted， 但是他如果集中了就比较难再分心。我本来是一直盯着那个发生的东西看，可是我如果看其他地方，他其实还是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在这样的状态。可是只要甚至我们在 rehearsal 的时候，只要他一直跟我讲话，我马上就中断了。那我乱看也没有用，可是只要他一跟我讲话，我要去听他讲什么，那个注意力就分散了。在我来讲，我觉得这个表演是挺 complete 的了，是因为其实用老波来做音乐，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。在1960年代，有一个 sound artist 叫 Alvin Lucier， 他已经在做，但是 Alvin Lucier 那个时候他只能把 alpha wave 变成 sine wave，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 randomizer， 就是把声音变成 random 而已。他只能做这个，但是他当时候已经想到了。那我这个表演其实是对 Alvin Lucier 的一个 tribute， 一个对致敬。因为我致敬的不是他老电波的那个表演，我致敬的是他有一个表演叫做 I'm sitting in a room different from the one you are in now， 就是我坐在这个房间，但是跟你坐在这个房间是不同的房间。为什么你能做一个表演，但是跟观众的表演的场地是不同的呢？就是你跟他是一个不同的场地，但是这是一个表演。我就在想，哎，这个很有趣。所以我这个表演其实是我的来源，其实跟老电波的关系，我不知道跟那，就是可能你的意思是说，好像很跟那个科技的关系很大，就单单关于科技而已。但是对我来讲，其实它是关于表演艺术的，就是我
在一个做一个表演的时候，可能那个前就那个 assumption 就是必须要那个 performer 要进行一些可能表演啊动作什么样，有声音，有动作发生，有东西看这样子。但是这个表演呢，有要有东西让你听到，让你看到，我必须要不在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必须要不在这个房间里面，你才能有东西听。然后我越想有东西给你听，我就越没有东西给你听，所以我就持续在这个 feedback 里面。然后你看到的其实是我的这个 struggle。那我觉得它对我来讲，它的意义是这样子，不是就是要是我不用脑电波，有另外一个方法能达到这个目企图的话，也可以的。你有做过，你有想过其他种跟观众的关系吗？或是有做过的，是有互动吗？其实平常跟观，就是平常那种跟观众的那种观众跟表演者的关系的表演，我做的比较多。这个是因为我从那种传统出来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可不可以是一个怎么讲呢？我再讲白一点，就是传统的表演当中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表演者必须要Virtuosic 就是玄技，所以他必须要 technique 很好，也一定 就非常是懂得你在干嘛，然后你要可能要就是有技巧的要求，这样子一大堆东西啦，就是叫 virtuosity， 尤其是古典音乐有这种的要求的。然后我就说，嘿，能不能做一个表演，就是我让你看见我的 failure 的，就是看见我的失败的，我要用这个来做 basis 的，能不能？其实我这个 experiment 是失败了，因为根本你没有看见我的飞脸嘛，我成功了，你看见了，就是它也有动啊，所以可以啊。但是我的开端是从哪里过来？就觉得，其实作曲一样啊，有时候作曲要是你是传统那种所谓作曲家的，就是好像，哎，我做 orchestration 要看见我很能配器，要我很知道每一个乐器的 range， 然后那个乐器配起来这个效果加这个是什么，你要必须要很清楚，然后你在你的音乐上面也能表现你很清楚。我就觉得这个没这个是前切了，我就觉得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是这个样子呢？我能不能做一个曲出来是让你看见我的 failure 的？你看我多不懂得作曲行不行？可不可以做一个这样的 gesture？ 所以我是从这一个方向出发的。但到最后，我觉得还是这个 experiment 还是 fail 了，但是还好，就让它 fail 吧。就是想问，你有想过就是把敲击的装置直接装在，比如说普塔身上？就刚才我穿的衣服，对，我声音，就是直接虐待我了。哦，这个很好。那如果有没有想过把装置是直接装在你身上？对，对，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，这就是自己哦。哦，他，哦，我要想想，我要先想，他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嘛？这他可能就变成。现在你 还可以很分得开，就是乐器就是乐器，我脑袋就是脑袋，但是我把它装在身体上面，就变成一个关于身体的问题了嘛？哪个就我没有想过，就我纯粹是脑袋，是脑袋也是身体啦。但是我是怎么讲呢？就是它会有另外一重的意义，我还没有，我没有处理它，没有想过它，所以我不能说我会这样子。但是你，但是装在别人身上然后打他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会选择这种现在已经司空，现在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的后摇滚作为你表现的？那我可以反问一个问题吗？就是什么是后摇滚？就是很多人自认为自己是后摇滚那种东西，就是所谓所以当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是后摇滚的话，那就不是后摇滚。可是乐评人会说他是后摇滚。可是叶子现在偏偏就很多人都吃乐评的那一套。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象，当你的表演前几天，然后你本来要表演的乐器整个坏掉了，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及时修复它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是怎么样？对啊，然后反正就是对我来说，这个东西是就是非常自然的。就像其实我刚刚在台上啊，就是想说，哎，今天有录音又有录影。就还蛮可怕的，然后是不是
哎、欸，就是坐姿要端正一点啊，然后对啊，可是又觉得很驚，就是这样子好也好奇怪、啊，后来就想说算了，就舒服就好了，自然就好了，对吧、啊？就这样。所以后来背对镜头。那还想问一个问题。好。就是，那如果不是这几天发生突如其来这个突发的状况，你本来想要呈现的是什么？哦，其实那个也不重要，我本来。因为今天也没有演出出来，所以我觉得现在讲这个也就是没有太大必要。可是我还是大概说明一下，就是我本来的装置是跟虫有关，对、啊，然后它是简单的讲就是它借着跟观众互动，然后让观众表演，而不是我表演。对，就这样。辐射真的很好啊，我觉得就是你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event 可以留，就是你们因为你们习剧的做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，感觉也很好，因为在香港基本这。对这个表演在香港也有做过，在别的地方也有做过，但是在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在香港做表演还是后续的讨论比较小吧。像这种我们很 open 的、很 casual 的 sharing， 也有一些观众问一些很好的问题，这种 sharing 在香港比较小啊。所以我很就是其实只是在香港比较小，要是回国内也讨论也是很好的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香港就是大家不喜欢问问题，可能他们也太礼貌，觉得嘿问问题会不会得罪你什么，所以他们不太敢问，在香港，所以我没有机会。其实问大问题是一个很好对艺术术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问题，可能我们在里面有想的，但是不是你在问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用文字去把它 articulate， 我 articulate 过一次以后，它就变成我的东西了。就是所以我很我觉得被问东西很重要，所以这个我感觉很好，是因为问题很好。